你怎么默默的来倒水了？给我倒回去，不要让他过来。我给你倒了，没给他倒呢。小朋友出现怒音了，你怎么给我倒水？我就想帮帮你还不行？不行，就是得用这边，这边不用倒。不用，河水不犯井水啊。我是梨汤，我这不用。你看他很惆怅。你就不用喝了，你喝什么水呀、啊、你？哎，我也需要。男生不用，所以你帮我倒，你就任务失败了吗？我任务不失败啊。他应该不是倒水，他应该是下白菜，所有锅里面下菜。不是，我到底是倒水，我还是擦桌子，我还是三个锅里都得下大白菜，就是他的任务。哎，咋样？关系急，把他捞出来，他没下过。他的任务是要完跟他一样的任务，只要大勋什么任务你就得做，对不对？姐，我失败了。你失败了？我失败了。为什么？哦，那有可能是防范的。不是，有可能是他要看我是什么，猜我是什么，我做什么，他要做什么。你这么聪明呢？这怎么会有这么心连心的任务？你这么聪明呢？碰个杯吧。心连心。只有防范的任务才有可能失败，要不然不存在失败，只有没完成嘛。所以你失败了肯定是防，比如说防不能下我的锅，他肯定也是防守类的，然后失败了嘛。快了，倒数了。来，干杯，咱们来。来吧，干杯，干杯，一起吧，走一个吧。哎呀，干杯了，到时间了。我不要。一起干杯啊！不要，我就不要。你又没有任务。我没有任务，可以阻止别人任务啊。我配合你。你的任务是跟别人碰杯是吗？我的任务就是跟别人碰杯。他是跟女生干杯，是他碰了军哥的杯子，他就在擦了。你看，来不及了，干得漂亮。谁让你起来非要干杯的？来吧，一起吧，结束。Come on, baby， 一起吧，来。Come on, baby， 玩得开心。来，买单就买单了，凡事都碰。跟我碰碰，跟你碰，这兄妹亲兄妹，碰一下我的衣服，得心带着对方。然后第一次见面的，谢谢军哥。逐渐看他完成了，这就完成了。我没有杯子，那没有杯子。哎，对，你用杯子呢？杯子藏起来。没有杯子，你不要碰我。水壶是个杯就行。不是，我死活要拉一些人跟我一起。你要吃什么？再给你下一点。你没任务了呀？我没完成。你还没完成啊？我没完成任务，就卡在子琪那儿。谁没给他碰？你怎么那么难呢，老戴？老戴，你怎么那么难呢？帮他一下嘛！啊，我都输了，我现在就是拉别人下水呀、啊，别只有我一个人输呀。关键大家都输了，只有杰哥赢，你就再让另一个人赢一下嘛。来，什么？你们都输了吗？军哥，快举杯来！不要啊！哎呀，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时候就是格局的表现。我没有格局。远距离可以。这军哥这远距离也算，不算。他那个肯定得碰杯。那啥，是？你怎么可能太？军哥的杯子掉了。没有。哦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合影。合影才是、啊。不是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跟某些人合影，跟某些人碰杯，比如说跟男生合影。所以碰杯不是吗？是。这是我的杯子，所以杰哥，你那个是腐乳吗？我这个是腐乳啊？不是，你那个提是腐乳吗？杰哥不是下蘑菇吗？我看看，你都已经，就是这个嘛，很简单的嘛。招待大家，给三个锅都下食材，所以他这个任务就导致你那个任务不可能完成了。对呀、啊。
你们俩的任务是对冲的，但是我们又这么和谐的坐在一起，加点菜啊，弄点调料啊，碰个杯啊什么的。主要是为什么破我梗的是旁边那一位，他破梗王啊。我这手太快了，我好奇涛姐的任务是什么？他任务让人唱歌嘛，你唱首歌。分手应该体面。行了，唱完了，涛姐唱完了，我们唱完了。不是我唱歌是胡说八道的，我瞎想的。啊，那不是任务啊，我还想着替你完成任务呢。你真是好人。你说出来，我们都把你完成。接下来开始替对方完成任务的时间了。我没有任务。快了快了，我是在帮你们。到什么到？所以现在戴军哥已经完成任务了吗？时间到。啊。戴军哥和杰哥完成任务。呀。戴军哥完成任务了，对他完成任务了。你是什么？跟每个人碰杯。那谁没完成任务呢？剩下的都没完成任务。没有，我真没任务。我也没有。我也没有任务。我也没有任务。那是什么？好好吃饭没有任务。啊！哇！他们果然是没有任务。真的没有任务。你也没任务啊？我有啊，有啊。说到这儿我就非常生气了。为什么呀？军哥，你说合影你就合影呗，你非得碰什么杯呀？不让人碰杯是你的任务吧？我只能跟你碰杯。啊！所以我说开始就结束了吗？天敌，我跟你是天敌，就过来说合影，然后拿小杯过来杯。世奇，我跟你合，我们俩合个影。啊？给个面子好不好？作为娱乐圈的老前辈，你跟我合个影，快拿杯子。一定要拿杯子吗？嗨，碰杯他跟你主要是为了碰杯。你只能跟谁碰杯？跟你啊。啊，你不能跟任何人碰。对啊。所以我就说你肯定是防守型的嘛。阻止两个人完成任务。亮你的，亮你的。戴勋，你亮你的。不是阻止两个人完成任务。你阻止了一个人，你还帮他完成任务，你不就？所以我不能跟他碰杯。但是他在我旁边，他一直拿语言啊这种。我们两个新朋友，我跟你碰不了，好吧？那我跟杰哥碰。我跟你讲，戴军老师这个任务绝对是跟别人碰杯。那我跟每个人碰个杯吧，这是我的任务。不，你是不可能完成的。你到底是不跟我喝还是不跟我合影？都不干，合个影呗。不，来干杯，咱们来。来吧，干杯，一起吧，走一个吧。哎呀，干干杯了。我配合你。我配合你，。哎啊啊啊啊！如果不跟他碰，我就完成任务。哇塞，你的怎么是毛另外的字啊？在火锅局开始之后半小时，帮助饭局上两个人完成任务。完成任务。但不能直接问别人的任务，我帮你了没有？帮了你了。来，我们喝一个。我们俩合个影吧。你这是比我吃辣的。最好的人在这里，我的亲人。合照就是任务。但你只帮了一个人。那你也没任务。我有任务。怎么那么还？哎，你任务是什么？我其实我任务完成了，但我完成早了。你是什么？和大家一起举杯两次。我是在之前我就举杯了。我第一次开始提一杯，我说大家开心，祝大家开心。那一次还没开始呢，游戏。对，还没看。我再先提个杯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祝大家都快乐，好不好？来，祝大家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请查收新的时光手册。请失败的时光音乐人，我们买单。是你的任务。时光音乐人谁买单？就是我不是时光音乐人。我们你怎么不是？怎么了？你们时光音乐人，我不是时光音乐人。是，你是时光音乐人。我不是时光音乐人朋友吗？一二三，见得有份。不是时光音乐人朋友。一二三四，五，是不是人？五，朋友还是人？五个人买单。来，百年好合。好吧，这回单碰吧。来，开心啊！今天的晚餐，谢谢，喝了，很高兴啊。付款码，扫码。从通告费里往出扣呗。是的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付完了。对呀，看。我
我替你付了，我付完了，我都付完了。啊，你付了500了？对啊。我一把，大神真大方，哎呦，请客了？那当然了。